今天的马来西亚日916的假期，15车辆重准备出发雪兰莪州半个圈的行程，大概280公里。早上7:30集合在 Jalan Kachin 油站，骑人了我们就出发了。因为还有其他的 biker 还没到，所以在这里 biker 交流一下经验分享，开心的今天行程。哇哇哇，这个 QQ 的有两条粉红辫子和两个粉红耳朵，好可爱哦，哈哈。这是美少女的头盔，当然一看就知道是女性骑自行车了，哈哈哈哈哈。第一站我们在乐斯乡村吃早餐，也是出名的方记云吞面，很好吃，茶也配不错，很香。早餐之后，他们在这里交流一下摩托车经验分享，几位摩友好像很用心的在谈什么呢？第二站 Tanjung Malim 丹如马林新村，海南加菲透地，因为到这里要75公里，大概1个小时才到，也是要休息一下 pit stop 吹吹水。其实这里也是蛮多大型的摩托车，因为这里过去大港森盖巴塞有一条马来新村的路是弯来弯去，风景又美，最适合骑摩托车过去大港新村。是从骚道过来的 Biker HAN 哥也一起参加欢乐时光骑摩托半日游活动。到了第三站，在半路要去大港的路上，大概1个小时的车程。这里也是蛮多 Biker 们在这间马来人开的餐厅，也是 pit stop 好地方，大部分的顾客都是 Biker 们。还有三位 biker 刚才跑得太快了， miss 了这个休息站，所以派一个人追上去叫他们回来这里休息一下吧。那个 Suzuki V-Strom 650好好跑哦。啊，追杜卡迪了没？追到没有杜卡迪？追他叫他停吧，你不知道他多厉害，这个又是很厉害，追杜卡迪了没？9个几km喎，我捞嘅真系好嘢啊！最细 CC 系你啊，500追9个几km啊！呢度好劲喺度，呢度追得都睇唔到啊！追唔到啊，好快嘅。到了第四站 Sungai Besar， 这里是以前当地的地标，好多人都会来这里打卡的，但现在已经变成这样了，我们到了这里才知道，哈哈哈哈哈。
现在要过去 Tan Jung Kran 有意海鲜饭店吃午饭，大概要45分钟才到。已经到了第五站了，午饭了。这里要经过人家屋边一条小路跑过去才到友谊海鲜饭店，因为骑摩托车可以直接驾进店的门口，也是好过瘾呀。看看这位女性好可爱哦，戴着那个头盔跑起来很有灵活哦。也有打卡的好地点，环境优美，自然靠近河边，不错的选择。我们叫了这些菜也不错，好吃，炒青龙菜，炸苏冬子，油浸黑鲳鱼，四大天王，炒辣辣米粉，海鲜凉热咖喱。好了，吃完午饭之后我们要回去吉隆坡了。今天的半日游大家骑自行车都很开心的欢乐时光，谢谢观看。谢谢观看，记得订阅或点个赞，关注我的 YouTube 频道 Uncle Chin Life， 拜拜。